Hello， 今天好开心，难得有时间可以出去好好的打扮一下。现在呢，就跟大家分享我的 nighttime skincare routine。我已经洗好澡，把脸上的妆彻底的洗干净了。那我是用什么洗脸的呢？我是用 New York Skin Solutions 的 HydroPerfect Cleanser， 它真的很温和，一点紧绷的感觉都没有哦。接下来呢，我就会用Agf-ReverZ Toner 给我的肌肤涂上第一层水分。我有敏感性肌肤，不能随便乱用产品，它的产品呢就真的很适合我。轻轻的拍拍，接下来就是我最喜欢的 Eye Gel 了，因为呢它很补水，可以淡化我的黑眼圈，而且呢没有黏黏的感觉。别忘了上面哦，轻轻的拍一拍，一样轻轻的拍一拍。我喜欢再补水，所以我会用 HydroPerfect Serum， 里面的玻尿酸呢就可以增强我肌肤的滋润度。往上去，别忘了脖子哦。往上拉，脸部。我的 Moisturizer， 最后再深层的补水。你看，都快用完了。I really like this moisturizer because it's not greasy and it absorbs very easily. 别忘了脖子哦。好了，会不会马上感觉到我的肌肤很滋润、很补水了呢？我可以去休息啦。除了在家勤劳的保养 ，I will always make it a point to go New York Skin Solutions for treatment. 不要等了。